爸爸妈妈，我现在已经坐在火车上了，估计几个小时之后咱们就要团圆了，啊，终于可以跟你们一起过年了，我太开心啦。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吧。嗯。你们俩准备好吗？我们已经准备的一个话题，对对。哦。回来你们呢？我自己准备好了。嗯，那我们我一个一个忘带吧，一个一个上前面来。对呀、啊。你好，我叫韩晴，我的名字呢很好记，晴就是晴天的意思。我爸爸妈妈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希望我。是一个开朗热情的人。我今年22岁了。在夏天的时候马上就要23岁了。我的专业是汉语国际教育，以前呢是叫对外汉语。主要就是教外国人汉语。因为今天是我们最后一节课，所以我带来了蛋糕给大家。谢谢了。我们从今天开始我就不是你们的小老师了，我们可以做好朋友。谢谢大家。做朋友。对朋友。OK, glasses over, 蛋糕。 I will miss you. OK, 蛋糕。将来也会从事这份工作，就是继续教外国人汉语，也算是传播中国的文化吧。3、4月份我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，如果面试成功的话，我可以去美国，教一年的汉语，这是我的梦想。我现在呢是每天生活在北京，这也是我的家。我觉得很舒适，就是我的父母已经给了我他们能给的最好的，在他们那个年代是比较苦比较累的，然后现在呢我唯一的任务呢就是学习，然后没有过多的负担。
前几天我们一起去了我的爷爷家。乘客们，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。春节呢是中国人最重要最传统的节日，每年春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回爷爷奶奶家和姥姥姥爷家。这个虽然是每年春节会让大家觉得很累很奔波，但是这也是春节的意义所在吧，把我们平时联系不太多的亲人又团聚到了一起。其实吃饺子或者是吃面条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字儿都能认识吗？啊，这个字儿都能认识吗？四季。四季。平时我们就在一块儿，啊，就是每周一、每周三给他们上课。啊。那你自己上课呢？自己也上，就是自己还挺忙的。对。好久都没见他们了。是是，也见不着哈。那你们春节我都很少在家。那你们春节肯定也得聚一聚呗。时间过了一块儿聚，跟那个小刘见面，他得去学校看你。我爸我妈吧，啊，还挺爱来我学校。对，哎，你再不能去我学校找我玩去，行吗？五道口热闹的。哎呦，那不是那边这也不是全都是有表演件儿，孩子啊。对。真是，所以一下就让我打炮了。北京这老人就是看着这孩子就。那五个也得找北京来。接受。北京女孩不一样，她没那么多假。对，挺爽快的，那么个脾气。有点北京大妞的那劲儿。但我觉得还是北京，还是北京女孩最有礼貌，最。那倒是，从小你不像你们从小家长肯定得说。知道什么忍让，知道什么啊？对，北京人太少了。北京的女孩也都找优秀的那个。亲啊。人家就觉得不一定找咱这种北京土著，就找户口过来的就行了。但其实他们都是有男孩，都是南方人什么的。对对。那个根儿还是我觉得还是不行，还是不好。这哎，没三代都不行。对，反正我觉得还是不行。小时候很穷，我那时候整个的国家在50年代是很穷的一个。中学完了之后到农村去插队，啊，插队了3年，后来又回到了北京。小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大的家族，一共有哥7个，父亲呢一个人的公司要养活9口人。所以那个时候的日子是很艰苦的，但是呢，7个人现在全都长大了。现在老大呢都80多了，但是7个人仍然像以前的一样团结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为什么能大就是大的看小的，小的再看小的，这么着一起长大的。现在呢，一共有40口人了，啊。这一个大的家族仍然的还能过节什么的，我们都在一起啊，过得非常的团结，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友好啊，就是这样。在这儿吧，我干不会说的。不是这样，哎，这也差不多了，你再往下一点。新年啦！新年啦！我的小时候，家里头不怎么富裕，但是挺快乐的。上完学以后，然后就参加工作了，就上班了。上班的第一年就认识了我的爱人，我的老婆。然后1997年
有了我们家的宝宝韩晴，他们那代人就是我的上一辈，我的父母那一辈，他们生活的应该比我们还要艰难。因为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1939年生人，中国还没有解放，中国还在这个水深火热当中，所以他们更苦更难。我们的女儿也很有出息，没有像她的爸爸妈妈那样没那样怎么样早恋我们俩也拥有我的女儿，我们俩感觉到非常的骄傲，对吧？自豪自豪。晴儿加油。这个是我妈妈在我妈妈和爸爸在我成人礼那天送给我的礼物，也就是18岁成人礼从高中毕业那天送给我的。这本书很厚，前面有很多我们一家人的照片，有很多，这些是我小时候，这些是我小时候画的画，都是幼儿园画的。然后，然后从这儿开始是我每天写的日记，这个是2003年，也就是17年前写的日记，我妈妈全部记录下来了。比如说，2003年，今天我和小朋友比赛滑冰，滑冰我在2003年就去滑过了。但是机会比较多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是